青少年要计划将来，只是纸上谈兵并不足够。马会捐助推行工作影子计划，等学生提早体验实际工作的苦乐。参加了这个工作影子计划的嘉琪和 Joyce， 这一天就要贴身跟住香港艺术馆的助理馆长 Jennifer 做她的影子，了解她的日常工作。咁有時都要嚟 check 下，究竟會唔會鬆啊 ？plan 下個內容係啲咩嘢咧？點樣利用呢個環境啦？兩位同學除咗聽 Jennifer 講解藝術館嘅運作之外，仲要落手落腳，嘗試做一日藝術館助理。諗嘅時候都會咁樣去安排咯，邊一張畫擺邊度隔離啊，大大細細啊。自定得唔得？即係你講。原來做一個簡簡單單嘅名牌都唔容易嘅。观众咁样望落去嘅时候，睇啲字眼会唔会太细啊？佢可唔可以突出得到我哋个 project 系咩名字？做咗一日影子，同学对计划自己未来事业有一番新体会。知道好多嘢都要决策咯，从唔同嘅方面去决定一件事，就会睇到可能我未来如果要做商科商业嘅嘢嗰阵时咧，咁 planning 啊或者系决策都系好重要咯。工作完一日回到学校，老师就会同有份参与计划的学生分享和检讨他们的经历和得着，加深他们对实际工作的体会。工作可以帮助我已经说话技巧和对人际关系咯。透过这个计划可以提早知道自己究竟的长处在哪里，或者哪里有不足的地方，会多一份把握，多一份自信。我哋嘅宗旨咧，就好想中學生咧喺佢哋啊未出嚟做嘢之前，可以喺唔同嘅工作環境裏面明白多喺呢個行業裏面工作咧就係咁樣，令到佢翻學校咧，當佢去裝備佢自己，提早為佢嘅將來作出一個打算嘅。馬會相信青少年應該努力裝備自己，為未來作好準備，所以聯同社會各界一齊為培訓未來嘅社會棟梁出一分力。